重点就是什么？就是抢先看明天即将播出的节目，是不是？是。你们期不期待？期待。好啦，那接下来时间，对，好的，那我们首先呢，今天呢，大家在看第四季有听到很热血，因为我们先介绍一下，大家往后看啊，八三幺乐团，相信大家都不陌生吧？来，八三幺的那个团员们跟大家挥手一下。Hello， 今天主唱阿普因为有事不能来，对，很感谢83为 Seven 制作了很多很好听的歌曲在节目当中，谢谢83来打拍手。没错，我们 Circus 第四季的主题曲《热血巴士》就是由83他们一起共同完成的这样子，对。对，然后今天呢，大概看那个在那个包厢里面的，也非常谢谢我们的小甜甜，还有妹妹。好，来，我们欢迎小甜甜。